本期视频您将学到 100% 免费在线使用 Comfy UI 的方法，还有将 Comfy UI 工作流接入 Discord 的方法，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呀。好兄弟们啊，视频开始之前呢，先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 Comfy UI 插件叫 Comfy UI LLM Vision， 大家自己查一下，如果有安装过这个插件的话呢，请立即卸载杀毒，并且换一台电脑修改一下私人重要的密码。这个插件呢是一个叫 Numbot 的黑客组织制作的，会窃取使用者的私人信息。我是在6月11号的时候呢就发过推特提醒，不过我的推特还是没有这个油管的曝光量大，所以呢视频开始之前呢，我还是先说一下，然后关于这个插件的具体细节、卸载方式以及我个人经验如何去减少使用 Comfy UI 插件的风险，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有使用 Comfy UI 包括 Web UI 的小伙伴，为了你的数据安全呢，也一定请一步看一下，最好也可以帮我转下推，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小弟在这里给各位大佬抱拳了。好，那 Comfy UI 呢，相信玩 AI 绘画的小伙伴呢都听说过，也是圈内大佬闯荡江湖、安身立命、日进斗金的神器。那作为一个 AI 绘画圈里的菜逼，我也出过一系列教程去科普这个绘图工具。那就我的经验来说呢，小白用户使用 Comfy UI 主要有三个难点：安装复杂、插件繁多、操作困难。那对于第三点操作困难呢，我这边有一系列的免费教程，适合刚入门的用户，有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关于这个 Comfy UI 以及相关模型和插件的部署和安装，我也和端脑云合作推出了科学家专版，安装了一些常用的基础插件和模型，一键启动，尽量降低新手入行的门槛。那我今天发现一个在线的网站可以在线使用 Comfy UI， 而且内置了超多的模型和插件，一键启动无需部署，还可以将制作好的工作流呢一键发布到 Discord 的群里给小伙伴一起使用，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截止到我发视频的时间节点是完全免费的，没有试用积分，没有套餐说明，没有充值窗口，就是完完全全免费去用。那作为一个嫖客，那作为一个白嫖客，那作为一个勤俭持家的 AI 玩家，我们本着白嫖至上的思想理念，坚决贯彻驴前的父亲嫖人猛，祖父嫖嫖乐，追求数量质量齐头并进的精神，全面深化有羊毛薅羊毛，没羊毛薅牛毛的发展方针。好，我们是一个正经的频道，那我们先来到这个网站 getsalt.ai， 那网站名翻译过来呢就是加点盐，那为了方便呢，后面我就称呼这个网站为盐哥，当然网址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好，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 get started 的按钮来进入一下。那这边呢它支持两种快捷登录方式，一种是 Google 账户，一种是 GitHub 账户，那我们这边还是用这个谷歌账户来登录一下。那还没有谷歌账号的小伙伴呢也可以看一下我这期视频，我在视频中对大陆手机注册谷歌账号呢进行了详细的演示。好，然后呢我们来选择一下我们的邮箱账号，那这边呢它需要我们来做一个授权，我们点击继续。好，那在页面跳转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严格的后台。我们看到这个后台十分的简洁啊，主界面呢就两个按钮，一个呢是创建工作流，一个是浏览现有事例。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New Workflow 来创建一个。那这里它提示我们输入这个工作流的名称，我们就来输入这个科学家的拼音。好，我们来点击下一步。好，随着一个白屏啊一闪而过，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这个 Comfy UI 的界面。没错啊，启动就是这么的速度。然后呢，我们先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先用它默认的这个工作流去跑一张图，看一下效果。那我们也可以通过点击右边这里，看到它当前这个任务呢在运行中，也是很快啊，这个图片就刷出来了。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严哥这边都为我们内置了哪些插件和模型。那从这里往后的内容啊就相对比较专业，我的演示呢也会稍微快一些。那如果没有基础的小伙伴呢，建议先看一下我这个 Comfy UI 的系列来打一下基础。好，我们看到大模型这边可以看到严哥这边呢内置了超多的大模型，而且从这个模型的命名上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 Stable Diffusion 1.5、 Stable Diffusion XL、 LCM、 SVD、 Cascade 等不同的模型类型。那因为这里模型太多了，大家可以自己暂停看一下，或者实际的去体验一下，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工作流的需求。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都内置了哪些 Laura。 我们双击这个空白区域，然后搜索 Laura， 把这个 Laura 模型的节点调出来。那这边 Laura 不是很多啊，但是还是比较实用的，大家暂停看一下就好。然后是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插件模型，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ControlNet， 我们还是双击搜索，然后呢找到这个 ControlNet 模型的节点。可以看到这边内置的 ControlNet 模型还是非常全的，基本上各代的这个 ControlNet 模型都有了，包括已经近乎绝版的这个 Color 模型，以及去年大火的二维码生成模型 QR Code Monster 都可以找到。然后呢是 IP Adapter， 还是一样啊，搜索它这个模型的节点。这里我们看到各个版本的这个 Face ID、 Plus Face 以及风格迁移模型的都已经内置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除了这些模型之外它还内置了哪些插件。我们在空白地方单击右键，好，添加节点。那我大概数了一下这边安装的插件呢有86个，当然这个数量随着官方这边的更新呢可能还会增加，但是应该包含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热门插件。那我视频一开头也说了，插件安装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在云端去跑 Comfy UI， 而且这边已经帮我们内置了这么多的插件，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去规避这个问题。好，然后呢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操作界面。最上方啊，这里我们可以去单击这个文件去下载我们当前的这套工作流，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流是它默认的这个工作流啊，没有什么好下载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严格中部署了一套我们自己的工作流呢，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去下载到本地。然后右边呢有两个按钮，一个是运行，一个是部署。那运行这个很好理解，点击之后呢这个工作流就跑起来了。部署的话呢是我们可以将已有的工作流部署到 Discord， 这个功能呢一会儿我会为大家重点演示。
好，然后右边这里呢还有三个按钮，最上面一个啊，点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正在队列中的任务和已经跑完的任务的历史记录。然后第二个呢是图片预览，我们所有生成的图片都会显示在这里，我们可以单击右键去复制这张图片的工作流，或者将图片呢下载到本地，当然也可以删除掉这张图片。最后最下方呢是日志功能，我们点击之后呢可以在下方看到这个图片生成的日志，如果出现报错呢也会在这个日志中显示，方便我们去排查问题。好，那这边太复杂的操作呢我这里就不为大家演示了，那接下来主要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将我们已经做好的工作流呢部署到 Discord 频道去做调用。我们还是用它这个默认的工作流来举例，那假如现在这套工作流呢就是我们已经搭建好的成品，那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部署按钮。好，在弹出的这个窗口中呢，我们看到第一条就是部署到 Discord， 然后呢下方还有一个 API， 但是还没有开放啊，其实我更期待它下方这个 API 的功能。好，说回来啊，我们需要给我们部署的工作流命名，比如说我给它叫这个科学家部署，这个名字一定要是唯一的，这样呢就不会和其他用户部署的工作流冲突。如果这里这个名字不唯一的话呢，就会提示让我们修改。好，然后呢我们点击下方的这个部署按钮。好，没有问题啊，我们看到这边提示部署成功，然后它下方呢给出了我们一条指令，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指令去 Discord 中去调用我们刚刚部署的这套工作流。好，然后我们先点击后方这里将这个指令来复制一下，然后我们点击下方的这个添加到服务器。好，这里呢需要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来点击继续，然后点击授权做一下这个人机验证。那这边提示这个添加成功，我们前往这个服务器去看一下。那在进入 Discord 之后呢，我们看到右边就添加了刚刚这个 Salt AI 的机器人，那我们来试一下调用我们的工作流，我们将刚刚复制的这条指令粘贴过来。好，回车提交，可以看到这边就调用成功了。那工作流的名称呢显示的也是我们的科学家部署，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击下方的运行来看一下效果。好，可以看到这边呢已经在生成中，那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它生成的完成。好，图片已经生成了，首先呢说明这个工作流确实是可以在 Discord 中去调用的，但是大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并没有输入这个提示词就直接给我们生成了这个瓶子的图片，究其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刚刚的工作流中并没有给到它一个调用的输入节点，我们看到它这里这个 input 啊是一个问号，明显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来解决一下，我们回到之前的工作流。好，那我先说一下这个解决的方式，就是如果我们想通过 Discord 去输入提示词，就需要在我们这套工作流中呢去添加 Salt 这边的 input 节点，也就是这个节点，但是这个节点呢实际上连接起来是相对复杂的，对没有基础的小伙伴来说呢并不是很友好。那这里呢我给出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去套官方的模板。好，那我们回到首页，然后点击这个案例的选项，我们找到这个 Simple Text to Image 的案例，那这里名称呢我们就先给它默认。好，点击下一步，在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一套官方已经部署好的可以发布在 Discord 的纹身图的工作流。可能大家看到这些节点啊有些乱，但其实呢确实也一点都不整洁。好，我们是一个正经的平台，那我给大家大概过一遍，首先呢就是最上方这个提示词的输入节点，然后右边呢是这个最后的图片输出节点，然后我们看到下方这个节点是用来设置这个图片的尺寸，再下方呢是这个 C 的值，然后下方呢有三个黑块，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设置这个大模型、反向提示词、Laura 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采样器，然后第三个呢是图片高清化。那这个高清化的节点啊我们暂时不需要，我们就先给它删掉。好，然后呢我们先输入我们这个祖传的提示词 OneGo， 模型这边呢我们还是换成 DreamShaper 1.5 的模型，图片尺寸这里呢我们设置成 512×768。 好，我们来点击这个运行来先跑一下。好，没有问题啊。那如果大家点击这个生成图片没有反应呢，可以多等一会儿，只要它在这个队列中有运行任务就能跑起来。那我们还是发布这套节点到 Discord 来试一下，看是否支持在这个 Discord 中去输入提示词。好，我们先把这里设置的提示词呢给它删掉，然后还是点击这个右上角的发布，那这里呢我们还是起一个独立的名称。好，点击发布，然后呢我们复制一下这条指令。那我们回到 Discord 来再试一下，我们把这条指令粘贴过来。好，提交，可以看到这时候呢下方这个音input 这里就变成了 prompt。那我们点击运行试一下，那这里呢它又跳出这个提示词的输入框。那我这次来画一个男孩来试一下，我们输入一个 one boy。 好，提交，我们来等待一下这个图片的生成完成。好，没有问题啊，可以看到这一次呢我们科学家二的这套工作流就根据我们的提示词画出了一个男孩，到这里呢我们就实现了通过这个 Discord 提交提示词，然后去用我们的工作流去作画。好，最后呢我为大家稍微的演示一点难一些的功能，比如说呢我们想在这个 Discord 中去实现不管这个用户输入什么提示词画出来的这个人物呢姿势都一致，比如说都做成这种拳击手的姿势。那聪明的小伙伴呢一定可以想到，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Control Net 在工作流中去控制，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我们返回这套工作流来搭建一下。那关于这个 Control Net 呢，之前我也出过专门的视频，那我这里时间关系啊就操作的稍微快一点点。我们双击这个空白区域将这个 Control Net 的节点调出来。好，然后呢我们将这个 Control Net 的模型也加载一下。那这边呢因为我使用的是这个谷歌模型去控制，并且我们用的是 Stable Diffusion 1.5 的大模型，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 OpenBOSE SD15 的模型。好，那在下方这里呢因为我们要模仿这个图片的姿势，所以我们需要先将这张图片呢做一个预处理，预处理成谷歌图。好，我们去搜索这个 OpenPose Preprocessor 节点。好，那左边呢我们添加一下上传图片的节点来输入一下这张图片，右边的输出项呢和 ControlNet 下的 Image 节点相连。那这里为了更清楚呢，我们可以再拖出一个图片预览
的节点，来方便我们看到这个预处理之后的效果。然后呢，我们再将这个 ControlNet 接入到我们左边这套系统中，我们将正向提示词和我们的这个 ControlNet 的输入项相连，然后呢将这个输出项呢连接到采样器的正向提示词这边，那这套 ControlNet 呢就接入到我们这套系统中了。好，最后呢，因为我们输入的这张参考图的尺寸呢是512×512的正方形，所以我们这边也修改它的分辨率为512×512。那我们还是输入我们的祖传提示词 OneGo， 然后呢点击这个右上角来运行跑一下。那以上操作呢看似很复杂，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好，我们是一个，那其实说实话，这个操作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在原有的工作流的基础上呢接了一个 ControlNet， 只不过有一些节点呢比较陌生，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其实大家只要基础足够牢，很多情况下呢都是可以做到举一反三的。好，图片已经生成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了这个 ControlNet 骨骼图的控制，我们生成的这个小女孩呢就和我们刚刚提交的这张图片的姿势呢保持了一致。那我们来发布到 Discord 来试一下，我们还是点击右上角的发布，然后这里呢给它命名成控制。好，然后呢我们来复制一下这条指令，返回这个 Discord 来粘贴一下。 OK， 机器人响应了。那我们还是一样点击这个运行工作流，弹出的对话框中呢我们来输入提示词，这一次呢我们来生成一个老人来试一下。好，点击提交。 OK， 图片已经生成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生成的这个老人的姿势就和我们这张拳击手的姿势是一样的，那这说明我们这套工作流中的 ControlNet 的控制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最后如果大家想删除掉这套工作流，我们可以返回这个后台的首页，点击右上角的这三个点呢去进行管理，然后 Discord 这边呢已经发布过的工作流，我们也可以点击左边的这个小火箭，然后去控制这个工作流是否启用，或者点击后方这里呢进行删除。好，那这一期呢我们介绍了一款可以在线免费使用的 Config UI 项目 GetSound AI， 而且也为大家简单的演示了一下如何将我们的工作流发布到 Discord。 那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截止到我视频的发布， Salt AI 这边呢还是完全免费的状态，那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充值的地方。不过关于官方这边以后怎么发展啊，是否会收费，这个就不得而知，大家可以进入官方的 Discord 群组，或者关注官方的推特，以获取第一时间的信息。那一切以大家当时使用的体验为准。那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对您的点点小小的帮助呢，也请为我点一个小小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在以后带来更多 AI 绘画相关的视频。最后呢，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